1994年3月25日来到吼，这是长治乡哈。啊，访问几位吼，长治乡张先生你好。第二班啊，你是第二班啊？第二班。哦，点解我记的吼？我伫恁遐开班会的时阵，我有去恁遐吼做一个说明会，讲介绍阮海环保植物园是嘛？因为你一般拢是种莲雾吼。是啊。啊，奇怪呢，张大哥来遮，你毋是要带我看莲雾长哦？我是讲，我拢莲雾以前拢种莲雾，我拢定定拢种种这个。哦，莲雾哦，我是会当讲吼，因为迄阵去的时阵十一月嘛，去年11月。啊，你讲因为大哥你就，我唔知影讲你买来原来是咧喷你的雷蒙啦吼。会当问大哥吼，对顶届安尼一直用到即马吼，来咱做一个分享好不好？诶，伊即下我保持好是好是讲，第咱厝的吼，伊会较袂着有这病虫啦。因为我来初要用这物件，我嘛是感觉讲介怀疑，啊，咱嘛是爱做者试验，咱做者经验。但是迄阵啊，我咧要用的时阵，我药啊拢全部通药啊拢甲停下，干那用这个海环保物件。啊，用了后，我来发现讲，下摆用这物件，搁袂着虫害。哦，啊，伊的品质也袂歹。啊，伊的路哦，会加较紧，啊，搁加较厚脑。嘿嘿。哦，啊，伊的这个调高率也加较悬。较悬吼。啊，配衫咧。配衫也正紧。啊，问大哥吼，你交去巷口，你拢交遮这边新国社。邱永峰哦，邱永峰，即个伊合作社，伊个介绍拢，哦，拢比较我因为我品质较水啊，啊，其介绍拢有较悬价呗。安尼哦，哎，咱问大哥吼，你咧问阮这吼，你即摆吼糖药偌久喷一摆？农药一般农药。糖药，那即我有厝，即个经验个，我甲厝块吼。对，你偌久？你若安尼，只厝两三遍啊，厝一遍啊，无要紧，久挂厝一遍啊。煮阮的物件两三届，久久啊，还喷一届农药。啊，你是偌久安尼吼，甲喷这照顾嘞？你偌久喷一届？差不多。海环保植物园。那海环保安尼加厝啦吼，我拢只要人差不多，那只要伫个20天甲喷一遍。哈，20天你还喷一遍了？啊，不是新鲜的。哎呀，问大哥吼，甲你以前啊喷农药啦，啊，搁有喷阮海环保，你讲成本啦，因为农药都算成本嘞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物件有效，唔过贵吼，用袂落呢。啊，你会感觉嘞？海环保。用海环保了，我也算。因为咱农业咧出农业哦，咱投入足侪人，对。啊，伊投入侪人的时阵，伊的成本较悬啊。对。啊，你干脆海关包一人尔，你的物件算个成本就低啊。啊，效果甲你分行业分业嘛是同款是吧？同款。哦，同款。哦，佫较好，是安那好？你爱讲咧？啊好，就是讲伊的果实，伊的果实也较紧嘛。好。哦，啊，佫效果率也较悬啊。安尼就好啊。长果会长较勇啊。哦，勇啊！我有看到，我感觉你遮个拢长介勇，拢介水啦。大哥，因为吼你用安尼算算吼，嘛是要惜我各位的时间咧。我知影大哥吼，谢谢张大哥，让我来介绍吼，农民用阮这个物件啦。然后到学府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